已经是赢了，3-0，3-0。现在他们会骑摩托车，很厉害的。 今天所有的咖啡厅都是满人的。头头车非常非常的快，从现在他们都骑到那个市中心那边，我很想去跟他们那个走，然后拍给你们看，但是我还是不敢，因为我自己骑摩托车要拍这个很危险，所以只能在路边靠在路边拍给你们看一下这边的。 特别的多，主要是年轻人，还有那个他们那个看完了，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赢了3-0了嘛。你看，现在的话呢，如果有交警的话，交警也是管理一下而已，交警没办法就去罚款他们的。所以，就有时候我觉得，虽然很热爱这个足球，但是你这样做的就。 很危险，而且现在很多人不敢骑车了，像我现在觉得我不敢骑车了，好多人呢。你们看到了吗？好多人，他们还是拿这个。 他们穿的红色的衣服，然后拿我们国旗，看到了吗？因为好像我们是这个东南亚的运动男足是第一次，今年才第一次是排名第一，所以现在大家都开心。 已经有很多次比赛了，但是呢，我是第一次出去，在这个时候我要在路上的是我第一次，我都有看，但是我们只在家看，我不敢出门的。你看现在他们骑摩托车这样骑了，谁敢出门啊？很害怕，而且现在的天气也是蛮冷的。 还是每个人都会戴头盔，虽然没有交警，他们也会戴头盔，因为这个已经变成我们一个习惯了。看，他们还是排这么大的一辆车，小大都有啊，从年轻人、老人都会有。这几天呢，交警是最辛苦的。哎，黄色这个穿黄色的衣服就是我们这边的交警。 真的很感谢他们，像今天没有他们的话呢，这个会乱的。